真粉假粉一验便知，真粉鉴定局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于朦胧。听说鉴定局今天邀请了一位勇敢的柠檬来向我挑战，谁更了解于朦胧，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位柠檬这么勇敢，请你现身吧。Hello， 我是经常送你画册的洛城艺人。我知道。喜欢我的才华，才华粉。这个是姐姐粉吧？那我觉得我肯定是姐姐粉吧，就是比你大很多那种。那这种姐姐粉吗？当然。那先把叫成姐姐吧。你会开心吗？嗯，不，我会开心。只要是你说出来的，我都开心。小姐姐。萌萌笑。那我们第一轮挑战就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加油。等等，哇，哎，回答都正确啊！哇，一模一样。你也知道，萌萌其实已经到了成家的年龄了。如果说啊，你的粉丝催婚的话怎么办？粉丝催婚，我要真结婚了，会开心吗？会啊！啊，真的会开心啊！是吧？嗯，而且特别希望萌萌能生个特别漂亮的女儿，因为你是想爸爸。嗯。但自己催婚就已经非常可爱了，接受吗？好。于朦胧他在2013年参加快男上唱的最后一首歌是3、2、1。小时候总爱抬头看白云朵朵。林中的男友。哎，我写错了。那现在还能够现场给我唱一句你这个林中的男友吗？我可以唱《如果云知道》，是吧？可以可以。那个好像词比较好记。嗯，如果云知道，想你的夜慢慢熬。每当思念多一秒，每当呼吸多一秒，想你的只剩下心在燃烧。你不会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。挺不像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闭着眼睛会在心里默默的守护我。现在看到很多胜负欲，好像很奇妙，因为我还没有说题啊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于朦胧在2019年情人节发布的微博的内容是三。是什么？是要和我一起去看雪？对。但是接近，接近，好像是接近。完整的应该是情人节这样过，谁要和我一块去看雪？但已经很厉害了，很厉害了。因为我给萌萌做画册呀，然后画册里都会有这张图。但是你看到这个微博的时候，内心就是在想什么？好冷啊，怕萌萌冻到。好暖。那如果要是和粉丝一起过下一个情人节的话，萌萌这边会和粉丝做些什么呢？嗯，粉丝想跟我做什么呢？嗯，看着你就好。好吧，那我们就默默的注视对方。嗯，我已经很诡异了。龙儿，对，龙儿。叫你龙儿的人多吗？没有，就他，就花花。因为大家都叫他花花。嗯。你会给他起一个特别昵称吗？那个时候会叫发发，就是感觉更可爱。我叫花花发发，就是开玩笑的那种。他能接受吗？可以啊。OK， 一共带来的物是3、2、1。是什么？蜘蛛。对。如果说老板和粉丝同时掉进了蜘蛛坑，一梦能救谁？救粉丝吧，老板狗带了，我就成老板了。得了零分，真开心。简单简单说了是你的部位嘛？那如果说迎面走来一个女生的话，你摸我先看眼睛吧？还是眼睛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从眼睛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善不善良。小眼睛？这跟大小无关，就是会传达出来那种气，就是眼睛中会传达出来那种神情，
你会能感受到这个人对你是友善的还是说不喜欢你的。恭喜，谢谢承让了。我想说的就是其实粉丝是很了解我的嘛，然后也希望能注意身体，然后在支持我的同时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。今天我们的惩罚就是猫猫一边做着可爱的表情一边唱一首歌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我面前撒个娇，一起喵喵喵喵 喵, 喵。就是我们媒体让对你做出这样的要求来说，就对你来说是一种被迫营业的感觉吗？就心里很气，开玩笑了。所以以后就是再提出这种请求的话，你想想。我装聋，我就开玩笑。行，没问题。我们今天的拍摄就结束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萌萌。